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个是烟雨江湖，那今天旭哥来分享最新的礼包嘛。那今天也会分享二三组，再将昨天分享的二三组的总共会有46组，那非常多，所以这一集会讲的非常详细，然后也会实测，那所以大家仔细的看完这一集。那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所以关于旭哥手游攻略。那在旭哥手游的这个，在旭哥的频道有个手游攻略的专区，那有个礼包码专区这边。这边有昨天分享过的23组免费礼包嘛，还有就是很详细的兑换教学，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一集昨天的。那昨天旭哥就不再分享了，那就是会分享今天最新的23组，所以加起来总共会有46组，那旭哥都会实测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游戏，那我们就来讲一下。那等一下会分享中文，中文的也是一样，像昨天一样会有就是简体和繁体都可以使用，这样我们来输入一下。好。那怎么输入？在右上角这个菜单点下去之后呢，点这个输入启用嘛，这边就可以输入了。那我们先输入英文的，英文比较简单。英文第一组 ，K I S A， 然后 K I S A，K I S A，K I S A， 这个可以拿到，就是绿链石50个，这个大小写好像没有差。第一组，在第二组。HIN， 然后819 HIN 819，这个也可以使用，可以拿到旺城单，还有碎虚单，还有出麻，总共有40个。好，下一组，旭哥都会实测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每一组可以用才会啊，不能用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啦。第二组 TIK， 第三组 TIKLEE。TIKLEE， 好，那个确认，这个可以拿到棉花60个，还有这个绿链石10个。继续输入下一组，第四组 KZ11， 然后 KZ11 两个 KZ11。这个可以拿到紫链石10个，还有九转回魂丹5个，2个。好，第五组，这个 G A M E， 然后 P L A Y H K Gameplay， 然后 H K 应该是香港 Gameplay H K， 这可以拿到雪银20，还有赤铜50，还有出马50。那我们继续输入下一组。NYKD， 然后54 NYKD 54，这个第六组大经验单1个，还有6核丹，还有九转回魂丹1个。哦，不错，大经验单。好，接着输入第七组 YUULS， 然后 SMART， 这个大小写没差。YUULS， 然后 SMART，smart 嘛 ，YUULS，SMART， 好，这个是第七组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能使用，是不是？我输入一下，这个看一下改大小写有没有差 ？YUU。有，然后 S， 然后 S M A R T Y U U L S。SMART 这组不能使用，所以大家旭哥有实测过这一组是不能使用的，所以这个第七组是不能使用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输入下一组。那之后呢，就是旭哥有分享，就是这个
就是中英这个繁体简体的这个。那这个呢是就是大家只要复制贴上就可以了。那总共有这些，就是鲨鱼仔专属礼包、九阴真经，然后烟雨江湖我爱江湖，人称江湖脸最黑啊，跟子玉一起闯江湖。苹果商店推荐游戏《烟雨江湖》，还有《江湖烟雨江湖》全球下载突破500万，还有这个 TOPA 无敌零制作，这个你可以这样左右这样切换过来，就是中文繁体简体这样。好，我们就一组一组来贴上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复制起来就可以了。我们输入这个第一组，所以刚刚有一组是实测是不能使用的，然后按这个粘贴就可以使用了。菜单，然后食物学嘛，粘贴。这个可以拿到黑铁60个，绿炼石10个。好，那下一组九阴真经，这个我们也来复制贴上。这样就很简单了，你只要把它用在那个 Google 翻译就很简单了。菜单，然后输入使用嘛，粘贴九阴真经，可以拿到洗髓丹3个。好，那我们输入下一个，烟雨江湖我爱江湖，这个粘贴。这个可以拿到蓝炼石20个，再来就是人称江湖脸最黑，这个我们这个都繁体的，那等一下简体我们会再复制贴上一次。人称江湖脸最黑，这个有蚕丝20个，赤铜5个，然后跟子瑜一起闯江湖，子瑜是周子瑜吗？周子瑜吗？不确定。好，跟子瑜一起闯江湖，我们来这样。实测看一下，这组可以使用绿炼石，还有都绿炼石啊，还有白炼石、黑铁，好，可以。再来，苹果商店推荐游戏《烟雨江湖》，这个我们来使用一下，粘贴，这可以拿到九转回魂丹2个，还有赤铜50个，出马50个，好 ，OK， 可以使用。再来，这个《烟雨江湖》全球下载突破500万，这个。我们就来也继续菜单，然后输入取密码粘贴，这个就1、2、3，3个步骤这样。元阳丹、碎炉、碎虚丹，还有白炼石20个，神行符5个，神行符1个。好，为什么不放在一起就好？好，还有这个偷跑无敌零制作，这个第八组，这个中文的繁重的地方，逆元丹1个，然后赤铜50个，还有出马50个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你就按这个。这边可以左右切换啊，把它切换过来就变简体了。那我们再从简体的再复制，刚才繁体有输入过嘛？那我们输入简体的鲨鱼仔专属礼包第一组，刚才有输入它的繁体的是可以用的。这个可以拿到黑铁60个，绿炼石10个，是不是都跟刚刚一样？就是繁体简体是拿到的东西，说明是一样的。不确定，感觉会啦。等于是说你可以拿到2×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下一组。九阴真经、洗髓丹3个，再来下一组，烟雨江湖我爱江湖，这个有蓝炼石20个，好像是跟刚刚一样的，就是只是说简体繁体有不一样的那个字而已。人称江湖脸最黑，这个是简体的，也是一样在菜单，然后输入启用码粘贴这个。这个有蚕丝20个，赤铜5个，然后出马5个这样，然后再来跟子瑜一起闯江湖，这个也是一样复制，然后在那边贴上，你就点进来之后呢，菜单，然后输入启用码，然后粘贴确认，这样很简单，几个步骤了，绿炼石，然后白炼石、黑铁，啊，好像跟简体好像跟繁体的是一样，所以你都可以各领一次，可以领到2×的意思。好，那刚现在是这个苹果商店推荐《烟雨江湖》，这个就是也输入，然后粘贴。这个有九转回魂丹2个，赤铜50个，出马50个。好，接下来下一组，这个《烟雨江湖》全球下载突破50万，这个是简体字的，输入启用码，然后粘贴。元阳丹1个，碎虚丹1个，白炼石20个，神行符5个，然后再神行符1个。好，这个跟刚刚一模一样，就是简体繁体的那个领的东西好像是一模一样。再来是偷跑无敌制作，这个是简体字的，
也是一样复制贴上就好了，这其实很简单，所以旭哥帮大家整理好了，你就直接复制贴上就可以了。逆元单一个，刺瞳50个，出猫50个。那目前就实测就是有一组不能领的，就是之前就是找了一些，然后目前就是有一组是不能领的，所以今天总共分享了22组，然后有一组不能领。好，所以就是这样。那加上之前有分享过的23组，在这一集就是23组免费礼包嘛，这边就是必看的详细多段教学，是在旭哥手游攻略有那个就是礼包码专区嘛，你这边可以找到，这样在礼包码专区这边就可以找到，就是这个23组免费，那大家可以去那边找，再将今天的分享过的22组，总共有45组，所以非常多。那刚刚有实测有一组不能使用，然后其他的22组是可以使用，原本以为是有46组，那变成只有45组可以使用。好，那就是非常多啊，那大家仔细看完这一集，那相信也收获很多，将记得去看一下上一集23组，将近22组，总共是45组，非常多的礼包嘛。那大家用完之后东西就很多，道具会很多。好，那记得订阅旭哥沃卡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、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，还有攻略初体验。那我们下一集见。